们是 D 卡小编，我是饭团编，我是戏编。因为我们发现，在 D 卡工作坊流传一句话，虾皮的福利令人无话可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到虾皮实际调查，看看虾皮员工到底觉得他们最好的福利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吧，我们这样出发吧。我们是 D 卡小编，想要对你做个小采访。你觉得虾皮最好的福利是什么？绝对是年假18天，吃到饱的零食，零食柜真的很多东西，18天开心个假，18天假很多。天啊，因为福利就那几。你要不要拯救一下你们公司？有按摩，按摩吧，地理环境还蛮不错，有很多活动，同事都很漂亮。哎，怎么跑掉了？等一下，得到请资，他们才问没有多久就跑来我们的零食区偷吃零食了，现在要去抓包他们。哔哔哔哔哔哔。你们不是还在工作吗？这样子对吗？迪卡本身没有零食吗？有啊，就是过来我们的零食。今天最羡慕的福利是什么？虾皮员工他们都有18天的年假，我们能不能就是也升级一点？就是现在7天，我们21天就好。对，老板。在这么好的福利之余，我们也是工作非常辛苦，我们用工作换来的。18天升虾皮。虾皮社群主要分成影音组、内容组与直播组。D 卡的饭团戏编将挑战虾皮社群小编的一天，看看虾皮年假18天福利到底合不合理。他们是来工作的。哎，那个桌子椅子先搬一下。你们是做劳力的、哦。你们今天的工作是担任来宾。担任来宾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我们是 D 卡小编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桶的这个，让你在家看电视或者是看我们直播的时候。那你们进来虾皮，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蛮不会避讳镜头的。哎、欸，怎么跑掉了？辛苦了！怎么样？如何如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等一下还有两个关卡要去挑战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赶一下行程，就往下个地方走。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贴文发想会议，康登厅的各位大家好，欢迎 D 卡的饭团编跟戏编。那你知道我们贴文发想会议要干嘛吗？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来贴文发想。请问你们有想吗？有，认真准备过来的。你干嘛这样？一起来看一下 D 卡提的是什么东西，大学生相关共鸣文。好啊，就是其实大学生有一些新的用词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比如说像甘蔗男、陷阱妹跟字母圈。字母圈是我真的不知道，字母圈就是 SM 圈。那像这种男那种的，是正常，我要想一句好笑的。那你们是原本还有什么假面闺蜜系列？哦，对。对，假面闺蜜你们是想要怎么？就比如说你在自拍永远就不会拿，对，不会抓手。自拍就是说，我真的不会拿，然后请你拿，然后你就是脸一个大汗脸。我就是你吗？我觉得假面闺蜜这个好像也可以做，但是通常我们会在最后一个小帕，然后会藏一个回马枪。举什么例子？例如说我们之前做那，假面闺蜜的十大特点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，做第10是假面闺蜜。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想到这边，就请 D 卡小编们帮我们做这个大学生相关共鸣文。加油加油！让我们来减轻你们的工作量。对，没错，一定要的啊，不然请你来干嘛？那就要麻烦你们咯，耶、yeah! 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发展会议后的结果。嗨，饭团跟戏编。嗨，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在做你们刚刚听我发展会议后叫我们做的图。吃了不少吧？还可以啦。好，等一下麻烦你了，先做完图。好，只剩30分钟哦，等一下你们第三关不要忘记。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哎，饭团戏编，饭团戏编，哎呀，完成了吗？你们的完成了，有信心那个贴文上线会大获好评吗？一定会。那如果哇，他会下跪道歉。好，那就请大家不要点我们这篇贴文任何赞，因为我们想要看到这个画面。今天的最后一关是要来参加我们的直播，走吧，好，跟着我。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，这是我们的负责人白毅。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虾皮直播，主题是IG 超人系穿搭。那我们会请梁凯丽来试穿衣服，
希望你们可以完成今天的工作，然后跟D卡老板争取到21天的年假，加油！加油！耶！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点小紧张，因为第一次 record， 对，现在6点多，然后7点的话开始直播，有一点赶，希望不要拖累大家。我要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。先不打扰你们，自己先讲一下今天的感觉。我觉得蛮多体验都很特别，像是在协助直播啊，或者是跟艺人 re 稿啊，这种东西，就是我们之前在D卡工作不会遇到，所以我觉得蛮新鲜的。那你觉得我们的18天合理了吗？有啦，有合理，有合理，有合理。今天真的很辛苦，就是陪我们这样跑了一整天。那我们这边有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这个是那个虾皮购物跟阿瓜卷的，就是水，纪念气泡水，对，厉害。最后还说就是奖状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一日社群小编的证书啦，开箱一下。哦，是玻璃瓶哎，然后王美首饰。除了今天D卡小编就是有来我们这边体验以外，其实虾皮小编当初也有去D卡那边体验一日的，就是小编行程。那两边的影片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哦。记得要来 YouTube 订阅追踪，对，叫铃铛按下去，叮叮叮，是耶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现在小编来D卡啦，小编疯狂站开始，我们来喽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矮？我们只想6点下班，那我今天就要让你8点下班。#今日限定。对，我去磨铁的话，真的只洗一个。究竟他们在公司会议能否通过考验呢？